在这座喧闹的大城市里，藏着无数未被发现的故事。今天，我将带您了解两个特别的朋友——布朗尼和妙丽的故事。一只勇敢的流浪狗和一只聪明的流浪猫，他们的友情和冒险超越了一切困难，最终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家。让我们一起跟随布朗尼和妙丽的步伐，体验他们的苦难与喜悦，感受这个世界如何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展现温暖与爱。 在这繁忙的城市一角，一只小小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布朗尼，一只曾被深爱却又被遗弃的小狗，开始了它的流浪生活。命运相似，却在不同的角落。妙丽，一只机智的流浪猫，在废弃市场的垃圾桶旁找食，偶然遇到了布朗尼。一次偶然的相遇，孕育出意外的友谊。 在这座无情的城市中，布朗尼和妙丽找到了彼此的陪伴，开始共同探索、分享寥寥无几的食物。然而，并非每次相遇都充满友好。在一个冷清的巷子里，布朗尼和妙丽首次感受到来自其他流浪动物的威胁。<laughs>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布朗尼和妙丽不慎闯入了一群流浪狗的领地，这群凶猛的大狗立刻追逐他们。妙丽在紧张激。 烈的逃跑中不幸受伤，在仓库幽暗的角落里，布朗尼和妙丽找到了一丝安宁。他们相互舔舐伤口，分享寥寥无几的食物。尽管仍然害怕和疼痛，但在这一刻，他们感到彼此并不孤单。仓库外，城市的公园一角，新的一天带来了新的希望。带着昨夜的伤痛，布朗尼和妙丽踏上寻找新家园的路。 他们来到了城市的一个安静公园，希望在这里找到食物和安全。命运似乎开始向他们微笑。一个善良的老人在公园喂鸽子时，看到了这两个可怜的生灵，也向他们投掷了一些食物。在公园的另一边，一位好奇的小孩试图抓住妙丽，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追逐。幸运的是，布朗尼机智地引领妙丽躲进灌木丛，逃过一劫。 在城市里，虽然街头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但也不乏人情味。一位街头艺人发现了他们，不仅分享了食物，还让他们暂时留在他的帐篷里躲避风雨。在市中心的一个角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迫使布朗尼和妙丽不得不寻找避难所。他们匆匆躲进了一个空旷的地下车库，希望能暂避风雨。 在地下车库中，他们遇到了一群其他流浪动物。初次对峙时充满紧张，但很快的布朗尼和妙丽凭借他们的友善赢得了这些新朋友的信任。在车库深处的一次探险中，布朗尼不慎受伤，形势突然变得严峻。妙丽不得不独自一人外出寻找食物和帮助。幸运的妙丽找到了一个慈善组织设立的流浪动物食物站。 这里不仅提供了急需的食物，还有必要的的医疗用品，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救助。妙丽带着食物和医疗用品回来，用爱和关怀护理受伤的布朗尼。在逆境中，他们的友情更加坚固，成为彼此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流逝，布朗尼和妙丽在车库中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他们决定暂时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家园。 他们在这车库角落安静的生活了几天，与其他流浪动物分享食物和故事，逐渐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在这座城市中生存和互助。一次在车库外的公园里，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布朗尼和妙丽两个流浪儿，她很可怜他们的处境，开始定期带食物来给他们吃。日子久了，布朗尼和妙丽开始期待小女孩的到来。 他每次来总会给布朗尼和妙丽带来温暖和希望，因此他们与他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小女孩的父母发现了他的秘密。起初，他们有些担忧，但当他们见到女儿是那么的喜欢布朗尼和妙丽，而布朗尼和妙丽也是那么热情的回应，女孩的父母决定伸出援手。 经过家庭会议，小女孩的父母决定正式收养布朗尼和妙丽，要给他们一个真正充满爱和安全的家。带他们回家的那天，在去往新家的路上，布朗尼和妙丽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到达新家后，初次到达一个新环境，他们好奇而又小心地嗅探每一个角落，想逐渐地适应这个新家。 布朗尼和妙丽在新家遇到了其他的宠物，初期的不确定逐渐转变为新的友谊和冒险。他们慢慢的适应并喜爱起了新家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朗尼和妙丽被全家人深深的爱护，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全，真正的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一年后，在家中的后院。 全家人一起庆祝布朗尼和妙丽的收养周年纪念日，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庆祝场景，爱与关怀溢出每一个角落。他们与小女孩家人一起去公园散步，享受阳光和自由生活，变得充满乐趣和爱。布朗尼和妙丽的笑声成为了家庭幸福的象征。 布朗尼和妙丽融入了这个新家庭，开始展现出他们对家人的忠诚与勇敢。他们会尽量保护家中的孩子，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布朗尼和妙丽成为了焦点，所有亲戚都被他们的流浪的过去和现在的幸福所感动，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冬日里，他们在院子里的雪地里的玩耍，享受第一个真正的有家人的冬天。 家人围观着，笑声和欢乐充满空气，共同创造了温馨的回忆。一天，家中出现了新的宠物。起初，布朗尼和妙丽感到不安和嫉妒，不知如何是好。但渐渐的，他们学会了接受这位新成员。经过一段时间后，布朗尼和妙丽不仅接受了新来的小伙伴，还开始喜爱和保护他，显示出了他俩成熟和包容的一面。 一次，在家中的客厅，新来的小宠物差点出了意外，布朗尼竭尽全力去保护它，结果小宠物毫发无伤。布朗尼的表现赢得了家人更深的信任和喜爱，全家人一起克服困难，增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和信任。这个家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心灵的港湾，它充满了爱和支持。 布朗尼和妙丽渐渐地参与到家庭的日常活动中，例如帮助孩子们学习和游戏。他俩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为这个家创造了无数的欢乐与幸福。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布朗尼和妙丽表演了一个小把戏，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家中充满欢声笑语，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和谐的氛围。 这天，全家人为布朗尼和妙丽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派对，庆祝他们成为家庭的一份子。爱与关怀溢出每一个角落。这个庆典成为布朗尼和妙丽永远难忘的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布朗尼和妙丽彻底适应了家庭生活。他们的存在使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欢乐和幸福。 一个秋天，全家人与布朗尼和妙丽一起在院子里享受秋日的温暖阳光，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共享这份宁静和美好。最后的场景展现了全家人与布朗尼和妙丽一同在海边欣赏日落的温馨时刻，回顾他们共同的旅程，并展望未来。这一幕生动的证明了爱与友谊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消逝，我们的故事也画上了完美的句点。我们衷心祝福布朗尼和妙丽在这个充满爱的新家中开启他们的幸福新生活。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铃铛，不要错过更多鼓舞人心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